站哦，哈，左右边要平衡站。好，我们补充介绍贵宾张浩松，赞，太棒了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邮件哦，我们家长也可以写给你的孩子啊，这个期许啊，然后呢，三年后他同样呢也会收到啊，你给他的邮件哦。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、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，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啊，民政处的安排。让大家都就是说已经啊，这个能够不论在仪表态度、生活的意识，还有我们这个做人处事的基本道理，都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哈。那也透过这个庄严慎重的隆重的仪式啊，来告诉大家，而后啊，你们已经长大成人，要肩负起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社会的责任。肯定啊，自我存在的一个价值哈。那我也在这里啊，特别感谢我们中华邮政。那等一下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各位同学可以写下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期许。那透过未来邮件，三年后这一封信会寄到自己的手中啊。那我们自己啊，这个勇于承担啊，然后对自己负责哦，有梦最美，逐梦踏实。